观众朋友们好，我是易烊千玺，祝大家新的一年龙腾虎跃，龙年大吉。2024湖南卫视新春走基层，走进我的家乡怀化洪江市，欢迎大家感受年味春节，品尝黔阳古城长龙宴，参加芙蓉楼诗会，观看安江舞龙大赛，欣赏雪峰山美景。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稻香世界诗画洪江，留下美好回忆。